大家好，这边是课本课老师哈。好，那请大家的连到这个网址哈，然后我们去下载一下那个 Windows 10 I/O Code for Raspberry Pi 的这个版本哈。然后各位只要点选一下，然后它就开始下载了。请自行找一个空间比较大的地方，它档案还不小哈。好，那因为这个下载时间有点久哈，所以我们把这段影片到这边告一段落，然后等它下载完成，我们再继续安装哈。好，这篇是课本课老师，这段影片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拜拜。